点半就来，较紧。我赶火车嘞，我坐火车来。一车坐下来，一百了，一百块啊！脆皮虾仁卷一百块，等于不不计钱嘞，一百块。还一百块。还够一百块了。森森，你要早一天来嘉义。OK 啊，我帮你拿。一百块。啊，无啊，不够啦。这拢你啦，我无安尼无啊，不够啦。这是五毛，这够剩百五。没有了，不好意思。你买了鱼，超开心，超剩的，是你真的要吃再买啦。Henry 早。拜下来一百块，二十四只、六只、八只，太好个哦！八只来，十只来，一百个，啊，你买个一百块啦，拜下来，头顶啊，一百块，杀好的哦，来一百块，四只来，六只来，八只，来你十只来，来这十二买来一百块啦，来你四、来六、八、十、十二个一百块，来你来四只。高明通讯找雅典娜女神，感觉好奇怪。四只、六只、还八只、十只，还十二块了，还够一百块了。阿伯一个啦，还你是四只、六只。我们还好，没有人气眼望啊。十只，还十二块了，一百块。阿伯姐，你四只来，八来。总经副找那个，那个帮我把赞按到600个，帮我把赞按到600个，快点。招来，你来一百块，快点，我下四只、六只、八只。谢谢谢谢，按，来你，来四只，来你六只，来你八只，够，来你十只，你拢伊个物，来最后一个一百块，好不好？啊，四卡。韩英哦，这个我不想要念你的名字。你这个名字应该是认识的。200块了，来了，200块了。
两百块，够现两百块，两百够完了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还是要买一百有无？凤凰现在要买一百有无？一百块，来这边。哇，还有一，还有一点点。一百块，快拿。来个一百箱，一百块凤凰，还头前够有啦，一百块。来一百块。来。整条鱼的话就要先跟他讲。你可以直接上直播看，然后跟我讲说你要整只鲑鱼，你是台北下来的，然后我就先帮你留一只，不然的话会被买走。因为今天鲑鱼，它整只鲑鱼也卖不多，也带不多吧，所以一上来就整个切完了。来过，他土著鱼我摆了，是南凯。啊！你是樊凯，你是什么？樊凯。樊凯。刚为你录的那个。哦。就这制服，还让我们请制服。还免整个，免整个伞。已经叫这制服，还订完虾虾。外国的几斤啊？你这制服送虾。还一百。喂，我拢穿这衫，这衫拢袂使穿出门，臭光光臭。啊，制服不是赶快炒。啊，制服的是要做人贵用的啊！啊，你就是平常是要穿这个对啊。一百块啦，无啊啦，啊拢来一百块五啦。哎呀！这只白头，我只沙白，沙白要介绍，这两百来两百块啦。先要只沙白，这两条来两百块。店家来两百五十块鱼卖，店家两百，你稍微来二百五啦。那个你来呀？还佫改嚼？那个你来呀？嘿，还佫改嚼？那个你来了吗？二百五无人来，还好来试试放走。一百块就无对台。两百。来来，较紧嘞，我再要佫转来吃饭去。你稍微佫来二百五啦。无啊啦，啊进两尾，啊你无买着，啊进两尾来百八，你咧啥？百六、百七条、百七。那个是什么？什么？这个？那个啦，那个啦。这个叫九龙，金龙。记得啦，记得啦。记得，是金龙咩？啊，金龙你看看吗？我来等一下，我这码头成本，人多人。码头啥的？我食码头系三百块，四条来啦，啊这六条来啦，八条来三百块码头。黑头现在三百了，哎，这九尾又来，十尾又来三百了，一只三十块尔。黑头一只三十块哇，一只三十块黑头啦。这尾我上来三百了，这尾我请来三百了。啊。是来是来，制服。对啊。制服没有啊，制服只是为了说。啊，制服回去就可以脱下来。拜拜。够了哈，够了。十只，十一来，十二来，三百块。够了，收钱了。够了，三只了，四只了，五只了。没有啊，那个制服只是为了工作时候穿一穿回去就可以丢在那边洗，就是只有是叫卖的时候穿，不然的话。他说一般的衣服都洗都会一直有味道。哎呦，这边歪。这个姐姐，这个姐姐没有。哎呀，你四只还是五只？六只？七只？还是八只？九尾又来，十尾又来，十一尾、十二尾，三百块。还只小只个？哎，你这只是马头。小马。十尾。很脏的，还十二尾又来三百块。下来三百块，你四只、六只，还八只嘞，还十只嘞，还十二尾嘞，三百。抱抱，我有跟娃娃抱过啊。下来三百块了，你四只。我有跟娃娃抱过哈。还八只，还十只嘞，下来十二尾过来三百块。下来三百块，娃娃抱起来就暖暖的。后面这边放金牛。哦，拿不过啊。我没有。没掉了。
这箱拿袂了，落盘啦，还无只啦。只看直播看到出不了门。还是三只？对。还是五只？还七只？对。还九只？还十只？十一块，十一块，三百块。现在300块也蛮好，还二十四只、六只，这六只。朱文玉早。七只、八只，六七只、八只，到尾来、十尾来、十一尾来、十二尾过来，300块，最后一个卖300块。后抽还有吗？三百，好像没了哎、欸。没有了。这里。来，这些六只。要三百，八个啦，六只，八只，500啦，不下呀，不下300块呀，300块啦，还是刚刚要六只，500，百五啦，还最后结500啦。龙王那边的客人都等一下买，因为龙王那边可能是北部下去的，干脆利落。后面有了。要了要了，来买500。再买500。龙王那边的，最近龙王那边的客人手骨拢都大机的。Hi, good to have friend to help. Thank you for the help of a friend. Is she the one? Yes. Wish you on this one. 哎呀，两个人可以了。我再来500。那个，他叫小平哦，他叫小平，他有采，他在中清路上有一家彩券行哦。他今天是特地来帮忙的。你三只，你四只嘞，你五只过来500块啦，500块，500块，500块，还是收济只，为了要买啥货？叫金龙，叫金蝶，叫九楼啦。它的食物来源叫鹅肝，它肉质比哦，那个比 OK， 比 OK， 比黄金仓，比我一个一顿搞用吹。用水煮鸡丝汤，用这个料较拍算。无有时啊，加一支中骨咯，为尻川透个头，加一支中骨，500块。你加凊彩一。留货的客人，留货的客人还好。不会很烦。不会很烦。留货客人还好。我招一个人给。你过尾过来。那个。小姐，500块。来骂我的那些人比较烦。个人的无来500块，这一只。哦，只一只看卖，三只，还是四只嘞，还够啊！不只啊，其实五只过来500块嘞，500块，500块，啊是你要接过，是要接过卖卖300了，卖多少钱？而且要比这300块，这个还小只。我现在啊，三位过来300块，打开脸书，打开 YouTube， 300块，有新的留言都要有，觉得哦。三位三百，三百块啦，还是要买两尾，我记得。伊无啊，你无啊。两尾啦，这两尾啊，200块啦，来一瓶黄鸡啦。伊也无讲啊。这两只来200块啦，我买两尾，我记得200块啦，无啊了啦，没有了啦。这是。伊也无讲啊，我是你的粉丝团，你无，你是惊啥？啊，这个螃蟹，我螃蟹哦。啊，这鲑鱼啊，今天这鲑鱼。贵人买的。啊，这牛排。KB 你好。也没有人要吃牛排的。
有没有？没有了。来，我这螃蟹现在为止，200块这螃蟹现在200块。哎呀。我一个嘛。可以直接进来，可以直接进来，没关系啊。你直接拿，直接跟他买就好了。你先拿出来就好了，都有。我先拿出来。对，只要200块。我过后是要解，没有了。对啊，螃蟹。我。我没有，我不想要叫你。还不买啊？好，谭。谭恩，你好，谭恩，你好。哎呀，这里有什么借来1000块？1000块了。好，精英的精英谭恩啊，精英谭恩啊。哎呀，1000块了，抢掉了。精英谭恩啊。这样搞吧呀，这样圆块的，这油花的水的花，这娃娃你也敲起，现在切一条的，这地用崩的呀。你大部分超市是看无你卖这啦，有啊，刚才直播你卖青菜。中来的之前有啦，阿尤，阿根廷鱿鱼，阿根廷鱿鱼直接买10份。买了，一箱哎。买。那很多箱卖到。买100只，阿根廷鱿鱼买100只。1000块了。哎，买100只吗？没有，买50只啊。几人能得？姜能得要来1000块了，我买50只。姜沙得来1000块，小辣椒你啊、喔。你搞吧了，这几天这一只用这个牛排酱啊，那就还1000块。好像还有一点点呐、啊，还有一点点。姜沙得1000块了，1000块1000块了，1000块了，1000块。哎呀，现在做还平板的，还在平板。70只哦，哦，70只。不能太死嘛。我吃品牌，唔好干来吃牛排啦，咱干吃我以后嚟吃，1000块啦。地只沙条啦，1000块啦。干只沙条，那多少钱？多少钱？500。对啊，那我就跟你讲啦。100啊。够了没？天能三四五六，哪个人给？摆开要卖500啦。1000块，还贵一点的话。这个是黄土托鱼块，那个自助餐有、哦，自助餐你下次看那个一条大概这样的土托鱼块，然后大概是这样子，大概是卖4块吧。还用这起价超过1500块啊？1000块就1000块就，1000牛，1000块啊？可以啊，啊看自助餐是用油炸的啦，可以用气炸锅，气炸锅比较不会那么油。今天你还好啦，这土托鱼块啊，但这规地土托鱼价哦，规地土托鱼价，今日价无带阿济，土托鱼3号，这我市价1500，1000块了，1000块，还进来给我干一下，来个多，1000块了，1000块钱，这1000块，你后头会不会超过2000块啊？你不啊，1000块。1000块，1000块还够卖啊？哎，1000块够了。算一下哦，450。加这两块可以就偌济啊？这两块嘞，我看你切到超过300块。这若无2000块，你我看无这买。1000块。1500块，对啊，想好你啊！有人在旁边啊！
夫妻啊。一千六了，我这位来，我拼的来的。可以帮忙留什么？几杯有五啊？你看，我看了都。林大洋，你好。林大洋。台北下去的小姐，对，走了，她离开了。